机右上角关注，每天了解最新 TVB 资讯。本文编辑剧透社。巴克森日前，亚姐冯雪冰就跟严子飞道尖沙嘴，为新一届的亚姐做招揽宣传，而亚洲电视的高级行政人员何立权也都在活动上宣布了这次是亚姐30周年，奖金奖品更是加码，后官也会是最贵的一年。说到冯雪冰，其实他在2011年参加亚洲小姐选举，凭借大热的姿态一举夺得了冠军的宝座，不过因为一些公司变动的原因，所以当时的后官并未能够到手。冯雪冰也都表示说，当选后遇到公司变动，又不想多添麻烦，所以一等就是七个年头了，而且后官对我来说是无价的。不过盼星星盼月亮，冯雪冰在七年后现实也都终于等到后官的颁发。何立权也都表示说，冯雪冰当年参选没有真正得到后官，亚视也都会补发给他。冯雪冰在参选后便慢慢淡出娱乐圈，社交网上也大多都是吃吃喝喝的玩乐照片，就算是出席一些活动也都是一闪而过，十分低调。而另一面前，亚姐严子飞也都似乎希望能够得到后官，虽然严子飞在2008年的选美比赛中只是得到了亚姐的亚军，不过就算是亚军的后官，在日后看来也都是十分具有纪念价值意义。1988年出生的冯雪冰来自北京，他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英国专业。早在2011年，冯雪冰参加了亚姐竞选，并在大赛中顺利脱颖而出，夺得冠军奖项。之后冯雪冰便签约在亚视旗下成为艺员，正式出道。据悉在参选亚姐期间，冯雪冰以172厘米的高挑身材备受外界关注，人气更是持续高起，港媒更是封她为白雪奇葩。在夺冠前，冯雪冰一直都是被观众视为冠军的大热门人选，